欢迎光临，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，就心血来潮想理个发。想剪头发啊？对。那有指定设计师吗？我想找那个 Vicky。好的，请稍后。Nike， Nike， 不是 Nike， Vicky， Vicky。啊，想说我们这边也没有叫 Nike 啊。Ricky， Ricky， Ricky， Vicky。我找的是 Vicky， OK？ 啊， Vicky， Vicky， Vicky 就是我啊。Vicky 就是我，早说嘛。所以你是 Vicky 啊，好久不见，你变帅咯。那你变蛮多的，是吗？最近应该心情不错哦。对啊，心情好，人真的会变。但你也变太多了吧，你这样。你本来是女生吧？哎呀，什么男生女生，我就是 Vicky 啊。是你在我来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啊，我们先不聊这个了。今天要剪头发吗？对啊，想换个造型。所以你真的是 Vicky 啊？嘿，看着 Vicky 的眼睛。我好相信你。你看看我的眼睛 ，Vicky。哎，没错没错，对对对对对，赶快赶快，是吧？是我没错吧？赶快赶快，那 Vicky 请助理帮你洗头喽。哎，麻烦你。乔乔，乔乔，乔乔，哎呦哎呦！哈喽，我是乔乔。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那你叫什么啊？我叫 Masca。Masca 呀，啾啾啾。那今天就由我巧巧来帮你洗头哦，啾。那麻烦你了。那你想要怎么洗呢？啾。所以你们有什么方案呢？就像是我们有分浅层清洁、中层清洁，还有深层清洁哟。那有什么差别？就是轻度清洁呢，就是你一般的洗头可以洗净你的头皮咪。为什么变成咪？那中层清洁呢，就是搭配舒压洗头可以洗净你所有的烦恼哦。哎呦，这个很像不错哦。那深层呢，就是本店的招牌，可以洗净你所有的记忆哦咪。洗头洗到失忆是怎么样啊？这个？所以你要哪一种呢？撸？什么撸？还是你要隐藏版的？那一般洗头就好，一般洗头。隐藏版的要不要？隐藏版的。哎呦，讨厌啦！那一般洗头就好了，一般洗头哦，我们一般洗头卖完了，撸。还有卖完的？只剩下深层清洁了，撸。那根本就逼人家失忆嘛，那算了，不要洗了，不要洗了，不洗了，不洗了，不洗了。你要干剪是吗？干剪不洗头，你不需要巧巧帮你洗头，你不要巧巧帮你洗头。你为什么要这么难过？对不对？干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干剪就好，干剪。Vicky 他说干剪就好了。你可以好好讲话吗？嗨嗨，乔乔很可爱吧？可是你不能动歪脑筋哦。哎，不可能，不人家已经名花有主，他有女朋友了。我操，女朋友。那我就帮你好好的按摩咯。别，我们直接剪就好了，直接剪就好了，没关系，人真的不是。真的没有关系，按一下就好了。真的 ，Oh my God， 按一下吧。真的不用。可以，哦，好舒服。是吧？可以。我在外面按一节要36000哦。OK， 哦，好，OK， 停。那今天要剪什么样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想换个造型。哎呦，真的失恋了。所以你怎么知道？我们女人对这种事很敏锐的。我因为我隐藏得很好啊。哎呦，隐藏这种事干嘛？女人才那样，我们男人就是要面对自己的感情嘛。你先决定一下你的立场好不好？这太乱了，这个。我没有什么立场嘛，我就是我 ，Vicky 就是 Vicky 啊。好啦，打起精神来，我们来大改造，让你的前女友后悔。
OK OK， 那我看看哈，不如我们来试试韩系的感觉。韩系的呀，最近流行，就怕我含不住啊。韩系，韩系就是我有个建议，我们先把刘海烫卷，然后后面剃掉。哎，感觉很像很帅哦。对对对，倒不敢尝试，哎，有点不太敢，不太确定。不然我们把后面烫卷，然后后面烫卷，刘海剃掉。哎，刘海剃掉，谁要刘海剃掉？太奇怪了啦！哎呦，你也到了该剃掉刘海的年纪了吧？哦，什么年纪要剃刘海？看来你还没有那个时尚品味喽。不过，所以是我的问题没？没关系，那如果你不敢，我们镜子在这边哈。OK 看看 OK， 如果不敢把这个刘海剃掉，我们把后面烫卷，烫后面哦。对，然后剃掉。那一开始干嘛烫卷？也是，你讲话好有逻辑哦。什么也是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知道了。最近那个复古风也很流行啊。哦，所以是梳油头那种的嘛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在后面接发。对，接发。对，后面这边接发。后面接发。然后再绑个辫子。绑个辫子。对，然后把前面这边全部都剃掉。清朝人哦，太复古了啦，不要啦！你而且你一直想剃我前面，你干嘛？他只想剃我前面啊，好吗？那我要的是那种复古风，好不好？不是古人的那种啊。OK， 我要欧美，很欧美时尚的。OK， 欧美。OK， 那既然你不敢尝试的话，所以那种发型不必要尝试，根本不要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不需要。那不然这样，我们把就是把这边剪到差不多齐眉，然后这两边有点打包，然后后面这边也要打包，后面也打包，对，然后就是类似这样，然后厚厚的刘海，然后再搭配上一个眼镜，再一个眼镜，对，我是跟你，我是跟你一样吗？你怎么这样讲话呢？设计师不知道怎么剪的时候，就会剪得像自己嘛。所以你也太理直气壮了吧？这样讲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们帮他剪那个飞机头嘛，飞机头他撑不起来啦。哎，我长成一样了，什么叫撑不起来？哦、所以我是长坏掉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剪得像威尔史密斯一样？威尔史密斯我喜欢。这个可以哦，这个可以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把他鼻子剪成这样子，有没有？对，剪宽一点。对，然后因为他眼距比较集中，我们把眼距拉开。然后最重要那个嘴角。对对，然后肤色要漂黑，在深世界差不多。对，因为喂，是整容哦，是剪头发好不好？剪头发整容哎。可是如果只有发型像他，那就一点都不像他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就按照我现在的这个发型再修一修就好了，这样就好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说按照这个发型，然后，我是 Vicky 哎，你知道吗？我侮辱人也不是这样子的吧？怎样？我讨厌你。你看 Vicky 讨厌你了，所以他不喜欢人家说要剪他就这种发型，他不喜欢。你让 Vicky B I C K Y 生气了呢。所以怎么办？他现在很生气，在里面包水饺哦，啾！包水饺？他一生气就会包一顿水饺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怪癖？这个？不过没有关系，我来教你一个可以召唤 Vicky 回来的咒语哦。啊？来，起来，跟着我一起做。好好好，来，小心叉腰。手叉腰，召唤！召唤！超百这边了，什么？超百这边了。召唤美丽临界点的美发魔女，美发魔女 Vicky，what the， 这么爽我就对了，哇塞！哎，好了，帮你叫他了。怎样这个？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陈德利，我是美食瑞
芊芊，这是皮亚哥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，我是吴志，有 Rocky Boys。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十四天抢先看，恰恰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。Oh, look at me, look at me， 都烂人呐、啊！他们